会插上自由的翅膀，带它飞向武神长眠的地方。但是，只有武神的血才能让那双翅膀呼吸。该说再见了，傻瓜。真是有其事必有其徒，你们也太好骗了。秦一爵要我把武神的传人杀掉，但我改变主意了，因为只有武神的传人才能获得武神秘籍，我要好好的利用他。上次虽然杀了师父，但却没能得到洪门神功，这次就算是对我的补偿了。啊，时候不早了，来做个道别吧。如今武神的传人在我手上，这武神派已经没用了。醒来吧，还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。
见哦，请在任务解决栏中点击加持。气之，你是红玄，你考虑好了再决定。好，快去救。传人，使命已经完成，你自己多加保重。
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你还没有完全抛弃人间的贪念。既然你那